基本上对于演戏跟演唱，我可能比较不会再接了。你不要一直叫我姐，我好不习惯别人叫我姐，你叫我阿姨也没有关系。57岁唐娜宣布放麦，嫁富商老公6年，未来计划全说了。但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曾爱过我。唱红奢求自由的美声歌后唐娜久未露面，线上保养品代言活动，57岁的她状态依旧超好。瑜伽最主要，洗脸是保养的一部分，永远不要质疑瑜伽这件事情。如果我没有好好练瑜伽，也许我没办法去在这个正常的生活。现在还是不能晒太阳。对，我晒背。下雨天他会选择医美，你是怎么去做保养？我不敢。其实我是因为对我身体常常会痛嘛。唐娜在2000年时发生严重车祸，造成许多永久性后遗症，后来靠着练瑜伽修复身体，进而担任瑜伽老师，目前已教课10多年。小时候还有就是想要演出的计划。演出，我现在的我基本上对于演戏跟演唱，我可能比较不会再接了。那对于代言跟演讲部分，授课部分比较是我会去朝向的方向。姐是为什么？你不要一直叫我姐，我好不习惯别人叫我姐，你叫我阿姨也没有关系。演戏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现在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演员看起来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去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抢一个饭碗。第二个，在唱歌的部分，我本人是很害羞的人，其实我非工作我不太跟人相处的，对，所以为什么我连教学，我学生我都不是很喜欢收太多。社恐应该要接触还是可以，可是能避免我就避免。不会觉得都是美光灯。我在演戏在唱歌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想法，所以就算我现在这两个以前主要的我的表演事业我没有做，我也不会有这个想法。现在的产品男生也可以使用，所以有推荐给老公试用。Jeffrey 他自己都会有他自己的保养品，基本上我对我用什么他都会在用嘛。越重视你的老公姐。哎呀，怎么一直讲到他了？对，算庆祝一下。你们有没有去采访他？对，我这个人不过节，对，每一天对我来讲都是 day one。彼此相亲相爱跟互相信任是重要的嘛。再来，我们两个人都是很独立的个体，任何地方都是独立的。我很致力在我自己的工作，他也很致力在他自己的工作。所以现在还有经纪人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我自己经纪人，有事情请找我。等一下可以跟你有？当然不行，因为就是你可以找我秘书。对，瑜伽真的很好，大家都要练一练。对，就算你有身体不舒服，你练了，你都觉得你很感谢自己，帮助自己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谢谢大家。